铁普林化合物的分解产物。铁普林化合物的分解产物包括了胆红素、胆绿素、胆素原和胆素，这些统称为胆色素。啊，胆色素。我们这一章这一节主要讲的就是胆红素的代谢。胆红素的代谢，看一下胆红素的来源。胆红素它是体内的铁普林化合物的代谢产物啊，它是一个有毒的物质。在我们体内，铁普林化合物就包含了这些成分啊，血红蛋白，主要是血红蛋白。血红蛋白当中的什么呢？血红素啊，血红素。那么血红蛋白主要是来自于衰老的红细胞。衰老的红细胞和无效造血啊，这个是血红蛋白产生的血红蛋白，它的降解啊是铁普林化合物，它最后降解会产生胆红素。还有非血红蛋白的一些物质，包括肌红蛋白、细胞色素、过氧化氢酶、过氧化物酶，这些物质是非血红蛋白的铁普林化合物。从前面讲了啊，血红素的合成，血红蛋白当中的血红素的合成。那么血红素的代谢，血红素的分解，血红素的分解最终的产物就是胆红素。我们看一下它的分解过程。首先呢是血红蛋白降解，血红蛋白可以分解出来的血红素啊，分解出血红素。这个血红素呢，在血红素加氧先生成胆绿素啊，然后它呢再在还原酶叫胆绿素还原酶，在它的催化下加氢还原生成胆红素，这就是胆红素的生成。在这里边，这个酶血红素加氧酶是它的关键酶啊，这个酶催化的反应呢是关键步骤啊，关键是这个酶啊，血红素加氧酶。具体的反应过程下面的这个啊，反应过程是血红素先在这个加氧酶的催化下生成胆绿素，胆绿素呢再进一步的还原生成胆素啊。同学们重点要记住这个关键酶。血红素的分解生成了胆红素啊，胆红素。那么这个胆红素的生成在我们体内是在网状内皮细胞啊，在网状内皮细胞指的是在肝脾或者是骨髓的单独的吞噬细胞，在这些细胞产生了胆红素。那么这个胆红素生成以后啊，会分泌到血液当中啊，分泌到血液当中。在血液当中的胆红素它不是由你覆盖的，它马上要和氢蛋白结合啊，氢蛋白结合，结合以后是以这样的一个复合物的形式随着血液转运到肝脏，在肝脏内呢再进一步的代谢。胆红素的生成啊，生成以后这个胆红素，游离的胆红素它是有细胞毒性的啊，它是有细胞毒性的，所以在血液中的运输应该是一个解毒的过程，所以它要先和氢蛋白结合，结合以后被转移到肝脏。那么还有极少量的胆红素游离存在啊，这个胆红素是有毒性的，在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个胆红素的量是非常少的啊，非常少的，浓度很低。如果这个胆红素浓度增加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些细胞毒性啊，导致黄疸的生成。那这个游离的胆红素，就是氢蛋白和它结合，那么抑制，如果有些成分抑制了氢蛋白和胆红素的结合的话呢，血液当中的这个胆红素的含量就会增加，就会产生一些细胞毒性。所以在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时候啊，高胆红素血症的时候，一些药物用药要一定要注意，比
比如说一些磺胺类药物、水杨酸类药物，它们会抑制，这些是有机因离子，它们会抑制氢蛋白和胆固醇的结合，使血液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含量未结合，不能叫未结合，没有和氢蛋白结合的这个胆固醇的量增加，那么就产生了一些新生儿脑病，所以在用药的时候要一定要注意，这是有机因离子抑制氢蛋白和胆固醇的结合。那么这个胆固醇转运到肝脏以后，在肝细胞内代谢，首先是这个复合物在肝细胞外先解离，氢蛋白和胆固醇首先解离，解离以后，这个胆固醇可以进入肝细胞，进入肝细胞以后，它首先和这个蛋白叫 Y 蛋白或者是 Z 蛋白跟这两个蛋白结合，结合以后 Y 蛋白和 Z 蛋白转运胆固醇到内质网，到内质网，在肝细胞的内质网内再进行一些结合反应，转运到内质网以后，这个 Y 和 Z 蛋白呢自动解离，解离以后，它就可以再循环利用。那么这个胆固醇解离以后，胆固醇呢在内质网内要进行的这个结合反应叫做葡萄糖醛酸结合，它和葡萄糖醛酸结合这个 UDPGA 我们上次课里头讲过了，它叫尿苷二磷酸和葡萄糖醛酸跟它结合形成急性增加，形成葡萄糖醛酸胆固醇，这个胆固醇是无毒的，然后以主动转运的方式进入胆汁这个转运的方式大家一定要注意，是主动转运，需要消耗 ATP， 这个主动转运的过程是胆固醇胆固醇结合反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经过主动转运进入胆汁，然后在胆汁中呢再进一步的代谢这个结合葡萄糖醛酸结合跟我们前面讲葡萄糖醛酸结合其实是一样的，它的特点就是胆固醇呢，因为它含有两个羧基所以它可以跟两个分子的葡萄糖醛酸结合，它结合两个葡萄糖醛酸形成了这样的胆固醇葡萄糖醛酸二酯这样的结构一般来说我们说的结合反应呢都是加一个葡萄糖醛酸分子的，但是对于胆固醇来讲它可以加两个形成了这样的葡萄糖醛酸二酯的结构。好，我再总结一下我们这个胆固醇胆固醇在肝脏内的代谢过程，胆固醇在肝脏内的代谢在这儿有一个直接胆固醇和间接胆固醇的区别。什么叫做直接胆固醇？就是胆固醇转运到肝脏以后，在肝细胞内加了葡萄糖醛酸分子结合了这个葡萄糖醛酸以后呢，这个复合物就是它加了葡萄糖醛酸以后，它在实验室里跟重氮试剂反应，这个反应是直接的、迅速的，马上就会出现颜色反应，产生紫红色的一些复合物，所以我们把这个加了葡萄糖醛酸的胆固醇就叫做直接胆固醇叫做直接胆固醇。那么没有加葡萄糖醛酸的这个分子，这个胆固醇，它和重氮试剂的反应呢是间接的间接的，并且呢反应速度很慢，它需要有乙醇乙醇等这些其他的辅助试剂的参与，所以把这个胆固醇叫做间接胆固醇。那么大家想一下，在肝细胞内加了葡萄糖醛酸以后分泌到胆汁当中的那个胆固醇就是什么呢？
接胆固醇，啊，叫做间接胆固醇。这个是在临床上经常要提到用到的。什么叫直接胆固醇？什么叫直接胆固醇？什么叫间接胆固醇？它的区别在什么？啊，那么你们想一下，哪一个胆固醇是有毒性的呢？对，是在这个啊，在血液当中的这个间接胆固醇，它是有提高毒性的啊。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刚才就是肝细胞内对胆固醇的代谢过程。胆固醇的生成是在肝和吞噬细胞，啊，它生成以后是释放物质，首先呢和氢蛋白结合，啊，因为这个间接胆固醇它是有毒性的，啊，所以呢它在运输过程中首先是和氢蛋白结合。结合以后，随着血液转运到肝细胞，我这个方框框啊，这个框框指的就是个肝细胞。在肝细胞进入肝细胞之前，先和氢蛋白结集，然后这个间接胆固醇被肝细胞摄取，啊，摄取以后，在肝细胞内首先是和 Y 蛋白或者是 Z 蛋白结合，结合以后转运到表面内质网。在内质网里边呢，间接胆固醇和这个连接蛋白 Y 蛋白和 Z 蛋白结离。这个间接胆固醇呢，在内质网内进行结合反应。这个结合是葡萄糖醛酸结合，它的特点是结合了两个葡萄糖醛酸集团，生成了直接胆固醇。啊，直接胆固醇生成以后，在这儿特别要注意，它是以主动转运的方式进入胆汁，啊，排入到胆汁，随着胆汁进入肠道，然后还要在肠道内再进一步的代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胆固醇进入肠道以后的代谢，随着胆汁啊，直接胆固醇呢进入了肠道，然后它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啊，肠道细菌的作用下和葡萄糖醛酸解离，解离出葡萄糖醛酸集团，那么它又重新变成了胆固醇。啊，这个胆固醇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在还原生成的是什么呢？胆素原。在肠道里，绝大部分的胆固醇是通过这条途径先生成胆素原。胆素原绝大部分的胆素原最后要随着粪便排出，啊，在接触到氧气以后，这个胆素原就变成了粪胆素原，啊，粪胆素原接触氧气以后氧化生成粪胆素，这就是粪便的颜色，啊，形成了粪胆素。绝大部分的胆固醇是通过这条途径最后被粪便排出，还有少量的胆素原会被重吸收，哦，非常少量的胆素原会被重吸收，重吸收以后重新进入肝脏，然后再进一步的代谢，再代谢，最后被粪便排出的。还有少量的重吸收的胆素原会经过体循环，啊，经过体循环，最后到肾脏，在肾脏里先生成的是尿胆素原，接触空气以后呢，马上生成尿胆素，啊，氧化生成尿胆素，这就是尿液的颜色，啊，尿液的颜色，这整个才是胆固醇的代谢过程，啊，胆固醇通过这条代谢途径呢被排出体外。这个胆固醇对我们机体来讲呢，它是一个有毒的物质啊，它是一个有毒的物质，要尽快的呢被排出啊。那么体内如果血液当中胆固醇浓度增加，那么就形成了高胆固醇血症啊，高胆固醇血症。我们一般呢认为，在血液当中的血红素啊，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浓度如果高于1.0毫克每升的话呢，就叫做高胆固醇血症。啊，一般来讲，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浓度是很低的，如果高于
一个毫克，那么就叫做高胆固醇血症。那么黄疸的形成啊，我们经常在临床上要听说黄疸。什么叫黄疸呢？是指的血液当中的胆红素浓度要高于2毫克，这时候就叫做黄疸。这时候在临床上会有组织或者是啊这个巩膜的黄疸啊，这是临床的表现，把这个就叫做黄疸。那么胆红素的浓度介于它们俩之间1到2毫克之间，就叫做亚临床型的黄疸啊。这就是黄疸的定义。什么叫做黄疸？是血液当中的胆红素浓度过高，最后造成了组织或者是巩膜的黄疸，就叫做黄疸啊。黄疸的形成有肝细胞性的，有啊是肝性的，或者是比如说肝炎、肝细胞的损伤导致的黄疸，或者是肝浅性的啊红细胞的大量的溶解降解导致的黄疸，或者是叫肝后性的黄疸啊，肠道阻塞引起的黄疸，分为这么三种啊。我们呢把这个黄疸就叫做肝细、肝浅性、肝后性的黄疸，分别的给它定义一下啊。有这三种黄疸，阻塞性黄疸啊，这个很容易理解，肠道的阻塞导致的黄疸，肝后性的黄疸啊。溶解性黄疸，红细胞的大量的降解损伤啊，叫溶血性的黄疸。那么还有肝细胞性的黄疸，肝细胞的损伤导致的黄疸，分为这么三种黄疸啊，三种类型。每一种黄疸它的临床的表现还有它的那个临床化验是不一样的，它们的区别我用这个表呢都写出来了，大家看一下。不管是哪一种黄疸，它们的血液当中的胆红素的浓度都增加啊，胆红素的浓度都增加。阻塞性黄疸是肠道阻塞引起来的，那么是哪一种胆红素增加呢？它主要呢是阻塞性黄疸的时候，主要是什么呢？直接胆红素的浓度增加，它增高的很多啊。溶血性黄疸是肝浅性的黄疸，它主要是间接胆固醇增加啊，主要是间接胆固醇增加。那么肝细胞性黄疸两者都可以增加啊，因为肝细胞的损伤它很可能合成直接胆固醇的能力下降，也可能是摄取之间接胆固醇的能力下降，所以它们二者都可以增加啊。这是这几种黄疸的区别，还有下面的尿液的颜色和粪便的颜色，这个呢同学们回去以后一定要认真看一下啊。这是三种黄疸的区别，三种黄疸的区别。来，我来小结一下，胆色素首先呢要知道什么是胆色素。胆色素的概念啊，是我们体内的铁普利萨油物代谢的产物啊。胆色素包括了这么多种啊，这么多种啊。我们这一节主要讲的就是胆红素的代谢，胆红素的代谢。要知道胆红素的生成啊，胆红素的生成，胆红素的来源，生成的步骤，生成的部位和生成的关键啊。胆红素的生成过程主要是在单核吞噬细胞啊，单核吞噬细胞。这个线性酶就是血红素加氧酶啊，血红素加氧酶。胆红素生成以后它是有毒的啊，所以它在血液中的运输是和清蛋白结合。啊，和清蛋白结合以后，随着清蛋白转移到肝细胞，在肝细胞内降解啊，在肝细胞内降解。那么，只要是影响到清蛋白和胆红素的结合。
结合，那么就会导致血液当中的胆固醇会增加，所以这些因素就会影响到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浓度啊。比如说磺胺药物、脂肪酸、胆汁酸、水杨酸这些有机的阴离子，它竞争性的和新蛋白结合，从而抑制了新蛋白和胆红素的结合，容易使胆红素游离而进入脑组织，出现中毒的症状。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在肝细胞内的代谢啊，在肝细胞内的代谢是有一个载体蛋白，胆红素进入肝细胞以后，是和两个载体蛋白叫 Y 蛋白和 Z 蛋白结合。它俩结合以后，跟它们结合以后呢，转运到滑电内质网，再进一步的产啊和葡萄糖醛酸结合，形成急性分子啊。胆红素的结合，要知道结合的这个是葡萄糖醛酸结合，所以它结合的原料是葡萄糖醛酸，并且这个结合，因为胆红素结构上的特点是一个胆红素分子结合了两个葡萄糖醛酸啊，结合了两个葡萄糖醛酸。那么胆红素在肠道中的改变，主要胆红素降解最后是随粪便排出。要知道粪便的颜色的来源是什么呢？粪胆素啊，粪胆素。那么尿液当中的主要的色素呢，就是尿胆素啊，三种黄胆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啊？溶血性黄胆是因为胆红素来源增加啊，红细胞的大量的降解是间接胆红素增加。肠道阻塞性黄疸啊，叫阻塞性黄疸，是因为肠道的阻塞使直接胆红素浓度增加。肝细胞性黄疸是因为肝细胞的损伤导致的胆红素的加工受阻，可能两种黄疸都会增加。那么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它们俩的区别啊，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的区别。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首先要知道间接胆红素啊，它呢是没有结合的胆红素，没结合什么呢？没结合葡萄糖醛酸。直接胆红素它和葡萄糖醛酸结合，所以和重氮试剂的反应，直接胆红素是直接反应，迅速的反应。那么间接胆红素呢，反应速度慢，并且需要啊乙醇的帮助才能出现颜色反应，所以把它叫做间接胆红素。另外，因为它加了葡萄糖醛酸，所以直接胆红素它的急性增加，但水溶性增加。那么水溶性增加，那么它的细胞毒性就减小啊，它是无毒的。另外，因为它的急性增加，水溶性增加，这个胆红素可以随尿液排出啊。然后它呢，它们俩的毒性、细胞毒性是不一样的，和清蛋白的结合不一样啊。间接胆红素可以跟清蛋白结合，而直接胆红素不和清蛋白结合，这是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啊，两者的区别非常的重要，回去大家都认真看一下。还有三种黄疸啊，三种黄疸，这三种黄疸总的来讲是血液当中的总的胆红素浓度都增加啊，浓度都增加，但是增加的种类不一样啊，种类不一样，粪便的颜色不一样啊，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认真看一下三种黄疸的区别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章的主要的内容啊。对，就是我们这一章的主要的内容，以后大家复习的时候都要认真看一下啊，好好复习一下。那么我们这节期的上半部分。